态塑造、语调节奏，都用着极为自制的收放诠释角色，对角色前后成长的改变分寸拿捏入微，各年龄段的成熟深浅掌握得宜，成为众多角色与绵长时间轴中一抹亮眼的存在。米可白，我是一个演员。谢谢评审看到我的努力，然后谢谢牛车来去，我真的好爱你们。然后谢谢李月峰导演，谢谢张导，然后谢谢制作，谢谢他们给我添加这么棒的角色。然后我要谢谢我身边每一个演员，因为有你们，我才可以拿到奖。然后谢谢公共电视，还有。我以前是一个儿童台的姐姐，带小朋友唱歌跳舞，后来变成一个通告艺人，然后现在变成一个演员。我真的很喜欢演戏，然后妈妈，我为你争光了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好羡慕他，我也想要这样撞墙。我刚刚我也忘记我讲了什么，然后我刚刚都在哭，但真的很感谢牛车来去，然后感谢导演，然后感谢公司，然后感谢制作，就是给我一个这么棒的角色。然后因为其实以前当姐姐，然后变通告艺人，然后变成演员，很多人可能就是不看好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挫折这样。但是真的很谢谢评审，就是金钟评审看到我的努力，很谢谢他们。你很棒，但是用台语再讲一次好不好？毕竟是台语剧。哎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其实我的台语都是用拼音的。两句台语感言呐、啊大家好，我是米可白，我是一个演员，希望大家当支持牛车来去，也希望其他演员当提奖。多谢多谢。明明就很会，掌声给米可白，恭喜恭喜，恭喜牛车来去，辛苦做会，用心搞回来。可以吗？他没哭哦，他 hold 住了，情绪管理得很好，已经得奖了，不会哭了，来。